喂，好啦，之前呢，我哋网上夹公仔啲嘢呢，就全部送到晒嚟啦，同大家睇一睇，究竟我哋夹咗啲乜嘢先啊？究竟里边有啲咩呢？首先一大堆嘅纸啦，系咪？跟住之后，哇，嗱呢一啲呢，如果大家有睇我哋直播，应该知道呢，呢一堆嘅公仔呢，其实好多呢，都系送俾啲隔篱邻舍嘅小朋友嘅。嗱，咁有呢一堆嘅公仔啦，系咪？一堆公仔，呢一只好似系 Mason 自己想要嘅，呢一只好似系。跟住有只又系黐卡哇，黐卡哇嘅公仔啦，系咪？跟住呢一只咧，唔知系咪咩 Miffy 定乜鬼嘢里边嗰啲？哦，迪士尼嘅兔仔嚟嘅呢一只。跟住又系黐卡哇啦，黐卡哇嘅公仔。跟住呢一只咧，Miffy 大笨象，呢、这个应该系我哋自己想要嘅，呢、这个系我哋自己 keep 嘅。跟住呢一个紧要啦，呢、这、一个系如无意外系呢一个如无意外系四星珠 cushion 嚟，应该系我谂系咪咧？系咯，不过因为咧。喺嗰個箱裏面俾啲真空嘢包住咗，不過呢個四星珠 cushion 龍珠嘅呢個係我自己想要嘅，所以我哋放佢喺個 sofa 度先。跟住有啲細只嘅，藤子 F 不二雄90周年，奇天尼特百科。跟住之後呢一個係神奇小子，咁啊上面咧揸住支旗咧，寫住係90周年嘅。咁呢個都係我自己想要嘅。公仔嚟嘅呢两个系，跟住呢个应该系俾 Mason 噶啦，去旅行嘅时候用嚟出发嘅机啦。呢个系 Mason 想要嘅，呢一个系。跟住好啦，呢啲系我自己想要噶啦。天津饭，气功炮天津饭，跟住呢一个 Miffy 嘅灯，北斗之拳多奇，坐喺个监狱度嘅时候出。北斗神拳嘅时候嘅 figure 啦，呢一个呢一个系我最想要，呢、这个我开出嚟睇下先，呢、这个我要。Crayon 先生呢一个蜡笔小新里边嘅阿呆，哇，好得意啊！嗰 条鼻涕你见唔见到啊？几乸正，跟住同埋有架脚踏车嘅呢一个 figure，呢个系我自己想要嘅，好得意，因为。好啦，跟住之后仲有两盒啫。上次有观众喺留言板就有同我讲过话咧，呢一个叫动感超人，爸爸版动感超人，蜡笔小新套戏里边嘅造型啦，动感超人。跟住 last 一个啦，呢、这、一个咧就好难同大家解释系咩嚟嘅，因为呢一个 figure 系日本其中一个搞笑艺人，系我好中意嘅中山根玉君 Nakayama Kinigun。佢嘅铜像、金像啊，呢、这、一个系 Power，我哋好中意佢嘅，我同老婆都好中意呢一个艺人，系啦，咁所以呢一个咧系我哋特登去到夹埋呢一个 figure，咁冇啦，里边系咁多啦，咁大家见到啦，咁啊一堆嘅公仔啦，一堆嘅 figure 啦，咁呢一啲嘅公仔咧就系、是、送俾啲小朋友嘅。我哋啲隔篱邻舍啲邻居小朋友用嚟送俾佢哋啦，咁啲 figure 咧就系、是、我自己嘅，系啦，咁呢度咁多嘢，今次系我哋喺网上夹公仔夹翻嚟嘅，里边得几样嘢咧系靠实力夹翻嚟，有好多都系保底员工去到帮我用神之手摆个好靓嘅位咁去到俾我嘅，咁啊呢个因为实力问题啊，咁但系夹公仔咧，系需要多啲练习嘅。多啲练习，咁先至会进步。所以呢个呢，我要加油。咁今次呢一堆就系我嘅战利品啦。